找律师之前，先到东京谢罪中心来。我是所长，必须黑的世界级谢罪达人。我真是千万个对不起啊！我看呢、啊，你就先去疗伤吧。完整谢罪攻略大公开，首先要展现出诚意，看着对方的眼睛，做出明显的回应。小田先生，你在看哪里啊？专家出手，小泽调解纠纷。你冷静点，道个歉而已嘛。我到底什么地方出问题了？啊！刚开始哭太凶，表情太恶心，他就用帽子遮住秃头。总共扣七分。中泽酒家保国，万丹国王宣布终止日后跟日本的所有贸易了。嗯、啊，有比土下座更厉害的方式。三大日本偶像实力派巨星助阵，表达我十万分歉意。啊，九级谢罪秘诀为您爆笑出招，120%无法和解的罪，就使出150%的谢罪。谢罪大王，7月11日，星味 HD 电影台全台首播。